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。中国僧人的名气非常的高，因为在很多人的心中，高僧是非常神圣的人。有一个高僧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，但他的身体却保存了千年都没有腐化，这让人们感到特别的震撼。就连专家都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发生的原因。后来大家就打算用 X 光来扫描一下这位高僧的尸体。在扫描的时候，人们也是感到有一些害怕，但是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后，他们感到更加的震撼了，因为这一个高僧的骨骼一直以来都是保存在完整的状态，和活着的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后来专家对于这一个高僧的大脑进行扫描，结果发现这一个高僧的大脑也是依旧保持着很好的完整度，根本就没有出现腐化，而且他的各个内脏和器官都保持得非常好。出现这种现象的结果也是让很多专家感到非常的懵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僧人对佛法非常的重视，有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因为他们一心向佛，所以才会有着这种现象发生。好的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那么下期再见。